且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为您而调，只为您那销魂的一笑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之来自于杀戮旋律的那什么，我问是你们自己看字幕啊。他给我们带的这个大老鼠啊，大老鼠地图是鲁别克冬季标准模式，我们在上面的出生点位。哎我去，等你们看到他对大老鼠的用法，你们就会无语了。你们会吐血啊！你们看，一般来讲，就说这个地图，大家对于老鼠的理解，应该都是说进城嘛，对不对？那老鼠总不能在大街上走。呀、yeah. 啊，他都已经快要开到中场了，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啊？大家心里面肯定会想，他到底是要干什么？哎，其实他要这样用的话，我建议他装个高光算了。哎。哎，我扎得住你的！这到底什么鬼嘛？你一看他这个，然后后面跟了一排。把他当掩体，我靠！我当年开发他的意图就是一个移动堡垒、移动城墙。啊，你看他这个也是要摆好脚，不摆，哎呀！我们重创啊，他伤害也不大。哎，不过也正常啊，因为他本身就比较那啥了。你要是伤害也高的话，那就死人了呀。装甲被击穿。哎，不过关键是要看你用什么车啊，你会不会打？其实会打老鼠的还是好吧。但裤裆窄是窄啊，妈的，来一发穿一发。德系装甲我给你们讲过，你们懂呀，有角度屌得很。每一角度就是一张纸，我靠！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弄。啊，来嘛！哎呦，我靠，疼！啪叽！哎呀，居然跳到，你看啊，他这个，这下身摆了假的，正面等于也不是直的对，你看，稍微有点倾斜。这样的话。啊，相对不太容易打穿。哎呀哎呀，我靠，你还是要小心点啊，这个老被这样搞，你有多少血也禁不住啊。你看他上一 PCR 开禁啊。哦，我靠，我自己抢夺视野啊，自己没发现。哎，你看吧，这各种骗炮的啊，自觉得，哎，我是不是缩回来点啊，又顶出来，人呢，看到了一百啊，可能是因为穿过那什么穿身降低了。哎，这种时候就有点烦。老鼠那么大的车，感觉管得了啊？你妈！真的是他呀，被他给误伤了一下，误伤了一下。哎我去，我靠，逼着他，漂亮漂亮，还是让他不要嚣张啊，不然他们会把你一炮一炮磨死。特别你看268呀，哎呀，268打你还是很疼的。
啊，好，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躲进来，躲进来，躲进来，至少不能暴露在268的枪口前。我们的履带无法移动。哎，你够了。哎，他知道躲。我靠，他居然有智商。好漂亮！坦克被击毁，寻找下一目标。然后这边，哎呀，来嘛！我靠！说好的金币弹呢？他为什么就那么屌？啊，我也是醉了。这谁能遭得住啊？哎哎哎！进攻！我前进！你妈！反正现在在你圈里，你爱干不干？你最好上 H 一，因为你不一定干得出血，他还打不断。哎，鼠哥，你要干嘛？哎。你看对面想到想到我的出现了吗？哎，确实没想到啊，妈的居然这种250打法都来了，正面硬顶过来，而且关键是他妈真顶过来了。他顶过来，老鼠进攻能力其实不强啊，他也不跟你蛮干，对吧？我记得你后面动不动搞你一枪，动不动搞你一枪，实在不行我还进你圈，我靠，简直要疯了。那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，QQ 箱是76785582@QQ.com。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